啊！我刚刚怎么死啊？啊，what？什么情况？那臭蛤蟆懒得理你了。我又搞不懂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嗯？这个红色的反而是那种。这是为啥？啊，对哦，相反的。呵呵，看来那个标题还是有作用的，得仔细看标题。坏了，我又忘了这个标题是什么了。入侵者，意味不明的入侵者，来。切！靠，上官搞得我都不敢走这水了。这入侵者难道是指自己吗？指玩家吗？我现在知道，就是说每关的标题跟这关相应的机制是有关系的，但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，是不是跟他也是在通过标题进行一种叙事，是不是他有在讲什么连贯的故事之类的，这就不知道了。听起来像是走在草地上。这地方好大。
但是感觉还是像是在某种洞穴的那种感觉。哦，这 ，what？ 好吧，果然不能瞎走啊。这么大，我靠，这完全不知道那边是不是陷阱啊。再来，不从这方向走，换个方向。感觉这关的风格完全变了嘛？哎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啊，啊，反正四个方向肯定有一个方向对了。迷路？好吧，刚才还不算迷路，现在接下来要迷路了。这，靠！刚才一慌，忘了我还可以那个什么，还是可以轻声走路。哎，按照一般 RPG 的规定呢，不是规则呢，就是说，一般有怪的方向准没错。好吧，看来，毕竟不是快 RPG 啊。看看这边，嗯，呵呵，啊，啊。这次从下面走，OK， 我是不是回到了刚才那地方？好像就是，哦，好像就是刚才那地方。是不是在往回走啊？这游戏吧，总感觉走到哪儿都差不多呢。这怪没见过，你看我厉害吧？我竟然能区分出来这两个怪长得不一样。其实我不是区分得了这两个怪长得是不是一样，我是能区分得了这俩死胡同长得不一样。好，接下来的问题来了，我该往哪儿走？啊，这
哎呦我去，老老实实在那待着。哎，有水滴，我刚才有路过有水滴的地方吗？说明他这里面还是安排了一些让你辨别方向的这种机制在，这个水滴，果然，就说明你没有走重复的路。哦，这有一个像，像什么东西？啊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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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等一下，我把它引开，让专业人士来。专业斗狗队。等会儿，这一开始就有水滴啊！那我刚刚是走回来了是吗？哎呀，我果然是迷路了呢。总之我往左走就对了。对，这个地方刚刚走过，上面是走不了。对，我刚才应该是没有往下走才对。我看着那个水好像有点眼熟，往上走，这次往上走。看到了吗？我找到出口了，就是过不去而已。OK，至少这方向是没错的。我觉得我快到出口了，我有种预感，感觉出口就在眼前。果然不太一样，不过也……哦，吓我一跳！我这是要通关的节奏啊！谢谢。啊，这多少关了？29，是吧？看不懂了，算。哦，这有一个会移动的箱子。我们之前碰过这个情况。